出奶丸就是一緒に一緒に啊啊啊！他在呛我，他在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方天，是是是，你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名字吗？落虫。落虫是谁啊？落虫是谁啊？等一下，出奶丸。哦，对，出奶丸，对了，出奶丸是对的耶。出奶名虫出奶丸。名虫。我提醒你，第一个字念萌啊，萌虫出奶丸，还差两个字哎，萌虫，萌虫，然后怎么样？宠物出奶丸，萌宠就是宠物啦。萌宠，然后那中间那两个字呢，就是你的身份。日本人？不是，不是，没有那么，不是国籍，不是国籍。萌宠单身狗？不是。萌宠哦，明星出奶丸。耶，答对了。有。问一下，那我们节目名称翻日文要怎么办？哇，好难。按照意思的话，这太难了吧？太难了。对，他其实是不会讲日文的。我日本退步很多哎，现在几乎都是台湾人。出来玩会可以吧？出来玩。出来玩就是一緒に一緒に啊啊！他在呛我。他在。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。狗真的是很有灵性的动物，不要说谎。真的，乱讲乱讲，丰田乱讲。对对对对，你很厉害，惹爆一整排的狗，吓到哎。好，我们不要逼迫他翻译了，算了。那除非你有想到，你再来我们这边留个言呐，好不好？在底下留言。那平常记得订阅我们节目。会，一定会。对啊，因为我其实比猫还爱狗的人，比猫还爱狗，比猫还爱猫跟。爱狗比起来，爱狗，哎，我刚说什么？比猫还爱狗。现在说台湾中文也不行了，中文也不行，英文也不行，都不行，日文也不行。我其实本身很爱狗狗，对，今天就是体验到这个跟腊肠狗一起，对，这样子玩在一起，超开心的。